西讲了不要买东西，然后你们也谁买？快点回答！谁？回答！赶紧笑！谁？赶紧笑！我们很难回去的。然后thank you 肖瓜，你给我那个卡真的是很有意思，thank you so much。不要来了，卡来不了啊，人不要来啊，广告时间，对不起。好了，继续。然后我也很谢谢Emma 帮我化妆，Louis 给我弄头发。我分开两段讲哈。首先先谢谢我父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。我的亲爱的家人、兄弟姐妹也好，师儿们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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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
始工作。咚咚咚，我用我的兴趣，我唱歌，我喜欢跳舞，然后我有这个机会就加进了。咚咚咚咚，然后我会踏进舞蹈圈。我首先其实有一个人，谢谢，是宝莲。咚咚咚咚咚咚。宝莲在哪里？宝莲姐，你来。哎，老板小哥来拍拍你。是他拉我进舞蹈界的啊。然后当然也因为这个舞蹈街，我也非常幸运的加进了 GIT 啊，谢谢我们的老板有伟明，好快吧！还有川西啊，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。然后当然也是因为 GIT， 我有很多兄弟妹。GIT dancer。我们一起哭，一起练舞，会有拿手出来，一起多了，不会，只有你才会。然后也因为 GIT， 我从dancer 的朋友也认识了很多不是跳舞界的朋友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江海泉、老大林、阿威，不是的朋友阿马甲。真的非常谢谢。然后当然我更幸运的就是也是因为跳舞，我就跟大家这边小苹果，是我的小花小苹果，借了一个永远解不掉了的一个缘分跟感情，也成为了家人啊。然后也因为舞蹈界，我有一个组合橄榄姊妹。橄榄姊妹呀，你好啊！手举起来，好，举起来一下这边。阿表，阿表，阿表，边度啊？边度啊？边度？边度？好难估啊，橄榄姊妹。边度？边度？我红头啊，边度？橄榄姊妹边度？橄榄，橄榄边度？橄榄，橄榄边度？然后还有当然今天晚上长辈最老的李莎的妈妈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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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她也是很照顾我的孩子啊。然后我孩子也非常幸运，有两个干妈妈的疼爱，干妈妈这边，还有这个婆婆啊。然后舞蹈过了，然后我的下半段，我的 Mr. Right。没错，我没错啊，所以都头发你飘。
年了。咁日本親戚係咁噶嘛？日本男人。Yes。OK， 對唔住，廣告時間。